九五，你这回救了我们两个，算是还了我两条命，还差我一条，算还清了。小子，今天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你俩是怎么招惹上这个酒鬼殷九华的？哎，说来话长，这天马上就晚了，先把我们找个落脚的地方吧，我再慢慢和你说。行，大姐。 今天这个事儿，你是非要管了，啊？我要说是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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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无论如何要带走的，给我走！你们敢！各位永新的弟子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若你们当中单敢有一位闯进我凤鸣楼，我小阿俏用祖宗令牌发誓，从今往后与永新势不两立，形同水火。我一定动用我生平所有的人脉关系，与永新拼个山穷水尽。 你死我活。哎，小阿俏不可怕，但他和四美身后有督军、师长，还有那些广东人。 大姐，不要动这么大的肝火，我不进去，我在这儿等，等你开门了之后，我再进去，等。 车夫兄，我这大门就麻烦你给看好了，我要进去方便方便。大小姐放心，有我们车夫会在，这扇大门没那么好闯的。谁？ 呵呵呵呵，看这阵仗，车夫会是要和我们永兴公司作对。师傅出城之前特意交代我要关照这个红伞。嗯，师爷，陈恩得罪了，那王宇桥下我，那怎搞了？我告诉你。
今天这两个人只要从这门里出来，我必须拿他。我们双方从来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为了一个红三要搞个鱼死网破，你自己掂量掂量，值还是不值。师爷，今天这两个人真是要走出凤鸣楼的大门，我们还真就要管。师父讲的话不敢违命啊。师父走了，汪雨桥一走，斧头帮的精英都跟他南下了，剩下的走的走散的散，还有不少投在了我们的门下。现在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，咱也算是老相识一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开弓可没有回头箭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那叫真英雄啊。那试试吧。好，刚过来，感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，主会保佑所有善良的人。红伞先生，我送你走。师弟，就送到这儿了。以后没有兄弟们的照顾，你自己要小心了。多谢师兄。医生，也谢谢你这次。我求了父亲好久，他才答应帮忙。但是他说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你们俩不相欠了。我明白，快走吧，我怕他们追过来就危险了。师兄，保重。师弟，保重。保重。你也保重。
太热了，喝杯茶吧。要不然别被他们砍死，我也得渴死了。老板，哎，两碗凉茶来了。您前面就是县城了，我们去坐个马车吧。好。来了您。给我吧。啊，谢谢。你背后那个人，你注意到了吗？先别看了，我一定在哪儿见过。谁呀？我想到了，沈青山身边的那个人。沈青山，是不是酒鬼殷九华？老板，哎，有酒吗？哎呀，我们这只卖凉茶，不卖酒。对不起，酒都没有。我这是附近有一家特别好的酒馆，有最好的女儿红，全上海你都喝不到那么好喝的酒。我们过去喝一杯吧。啊，我也知道那家酒馆，那我们要是不去就太可惜了。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走吧，过去尝尝。二位啊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哦，嗨，就急着过去喝酒了。来，老板，啊，慢走点啊。还在后面吗？在。怎么办？一会儿到了酒馆就好了。真有酒馆啊？不仅有酒馆啊，里面还有一只大老虎呢。我以为你骗他。他是十三太保，你不是他对手。我只能投其所好，赌一把。算你赢了。你还命的时候到了。